袁浅，对不起，我是来跟你道歉的，我不应该在网上污蔑你，我知道错了。啊，还有，网上的帖子我也已经删了，也澄清了，对不起啊。我还有点急事，我先走了，回头再说。袁浅，我诚心实意的跟你来道歉，你有必要这么高傲的样子吗？雅琴，我们是来道歉的。 有什么话以后再说。走。去哪儿？我要去药店。去校医院。先把医生开的药吃了，一天三次，一次一片。要是还难受的话，再试别的止痒方法。该不会是要做胃镜吧？我听说做胃镜巨难受。 先把药吃了。我今天一天都感觉胃里胀死。都难受一天了，还不来看医生？我不是觉得这是小毛病吗？并没有大小之分，有病就要治。嗯，好的。好神奇啊！我感觉堵在嗓子眼那股气好像消失了，胃也没那么胀了，应该是吃了药的关系。 喂，就这么走了？不然呢？你笑什么笑啊？你不打嗝？有点好笑。再见。喂，等等。干嘛？牛肉面每天都有，早点去就好了。我又不是为了吃那碗牛肉面，本来我想啃个玉米就算了，要不是因为那碗面是你送的，我怕功夫你心里才吃。哦，原来是为了我。 哎，那个你不要想太多，我不是。嗯。算了，拜拜。